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稳定影响 YouTube 频道。那今天很特别呢，我们要介绍一款就是 NAD 它桌上型的这种小型综合扩大机哦。谈论这一台扩大机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个有关于这个 NAD 它曾经推出了一款叫做3020的小型综合扩大机哦。当年推出的时候卖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哦，那在 Steven Field 杂志也有报道过，非常的轰动，然后卖过的数量超过是百万台哦。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这个关于这个综合扩大机，在2014年呢，好 ，NAD 又推出这个以同样的名字哦，不过它的数字上多了一个 D， 就是 NAD 3020，也就是说它从过去的类比时代跨到最新的数位时代，纪念当年它推出了这个3020的这个款式哦，算是一种经典的复刻的概念，来延续它这个品牌的精神哦。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不是 D3020，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D3045。 那 D3045 呢跟 D3020 呢有什么样的差别、哦、那大概就是在瓦数上还有整个声音的调教上有一些些许的改变。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来聊聊有关于我们 D3045 迷你桌上型的这种小型综合扩大机，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能耐，以及为什么它可以卖得这么好的一些因素、哦。那首先呢，我们开箱之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包装，很有意思，就是它把它的背板的那个功能的部分哦都显示出来，包括它的规格的部分，60瓦两声道的，还有它一些端子的部分都说明得很清楚。我们大家再来介绍我们的背板部分哦。那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外观哦，其实它这种设计是可以让你们能够哦平躺或者是直放哦，那你就可以放在你的书桌旁边，再摆两个小型的喇叭，这样就可以。这个外观的部分、哦、它有一个大的旋钮是音量跟它的输入选择。那我可以透过遥控器、哦、来给它打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它会显示一个 logo， 这上面是音量选择，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音量可以在这边做大小。那这一颗呢，圆形的是输入的选择，可以做我们 input 的，比如说蓝牙或 9192。甚至它可以接黑胶唱盘、啊、事实上它的开关是设计在这个上方的地方、哦、它是触控的，所以你按只要按住的话它就可以关掉，整个设计上是非常的简洁，前面有一个小型的液晶面板。那在背板的部分、哦、我把它倒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功能有什么、哦、电源接口，还有我们的喇叭输出，还有我们的 USB 的部分， USB 跟 HDMI，它也有支援这个EARC 的部分、哦、那在 ARC 的部分，我们可以把电视回送回来的声音、哦、做一个声音的放大，智慧型电视来当作播放器、哦、那你也可以放在你的电视客厅电视的电视柜旁边，然后用 HDMI 回送，然后来完成我们的 2.1 声道，甚至可以透过智慧型电视来下载 Spotify、哦、当成是一个音乐播放器。然后它内部也有双向的 aptX 的蓝牙，然后还有 USB 的 DAC 部分，还有我们的光纤、红轴以及我们的类比输入。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它可以接 Phono 唱盘这一部分、哦、就是我们的 MM。那如果你有黑胶唱盘的话 ，MM 唱盘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来做一个放大，它这边也有附一个接力端子。那这个 Pre-out 的部分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说如果你要再接后级的话，3045可以当成前级来接我们的输出给我们的后级做使用。二来呢，它可以来接我们的超重低音、哦、那超重低音我们刚刚讲的，它刚刚遥控器上面有附一个这个 Bass 的部分，你可以调你的分频、啊、比如说、80、100或120的这种分频、啊、可以做一些低音上面的分频。那刚刚有漏掉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地方其实它还有提供一个小型的耳机输出、哦、那这边它可以当成是一个耳机放大的功能，如果说你在书桌前面你不想要透过喇叭来播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机、哦、它是 3.5mm 的提供耳机来做使用。那大部分这个有时候我们放在书桌前面的话会比较常用到的，就是用笔电啊或是桌电透过 USB 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3045的 USB 的 DAC 来做一个讯源播放，以及我们的来源透过笔电来做播放。那当然如果说你不想要透过电脑的方式，那你就直接用蓝牙的方式来做选择。那双向的是它也可以、哦、如果你有蓝牙耳机，你也可以透过它的双向功能把我们的来源进来之后然后回传到我们的蓝牙耳机上。AD 它自己本身有出一个3系列 C388 跟 C338、哦、那这一款是
价格比较贴近 C338 这个系列，所以它整个声音的调性上跟 C338 又有一些不一样。那整体上我们把外观跟功能的部分都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它的一个 Bass 加强的功能哈。那如果我们选定这个 HDMI ARC 来做音量输入的话，那我们这个有一个遥控器上有一个 Bass 按钮，你就按下去之后，它就有一个 Bass EQ， 然后再按下去，它有一个120跟80或是40。那这个部分就是让你去选择这三个频段当中，你要用什么样的频段去加强。它 Bass EQ 打开的时候会增加6dB 哦，那你可以根据你的系统的低音的频段去做一个衔接，然后让你们去做搭配使用。那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是一个蛮棒的功能，可以在你的低频的量感上可以增加那个音乐的耐听度跟 Q 弹性哦。那在低频的延伸上会有不一样的听感，那这个也是算是相当贴心的设计。那这个也不是说它加的低音就变得很肥厚，它还是不失它原本的这个中高音的味道哦，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其实今天有点算是补开箱哦。那其实 LED D30 是我拿到的时候，其实看它的外观做认真的，有点让我感觉这种外观实在是哦有点鸟，黑黑的小小的一颗，而且坦白讲塑胶感相当的重哦。那顶着说 NAD 它这一个算是有40年以上历史的这个经典老牌哦，我们姑且试听看看，结果一接哦，声音也是非常的惊艳，在这个价格带哦，3万块左右的这个价格带可以做出这样的声音，非常的中性，而且整个高频啊，以及它的这个透明度，还有整个驱动力，那低频的部分的延伸都相当的棒。虽然小小的一个类似比便当盒再大一点的这种外形哦，可是可以炸出非常大的这种低音的能量哦。有别于一般我们觉得是说传统的类别一定要做很大，它的扩拉机的驱动力才会大哦。那这也是目前低类放大器、功放放大器它能够做得到的，就是低功耗，然后非常的高效率，甚至你可以看它的数据的失真度其实非常的低。那当然这些数据是仅供参考，那你实际聆听的经验来讲的话，你聆听过你就会知道说，欸，它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一个小型的综合扩拉机。如果你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一个平价的综合扩拉机的话，我会相当推荐 LED D30 是这样一个小型的带有 DAC 的这个综合扩拉机。各位观众朋友如果 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PC 用官网连接参考相关的资讯哦。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